红楼梦里多愁善感的林妹妹常喝一种饮品，那就是用我香茹制成的。药理研究表明，我有发汗解热的作用，还可刺激消化腺分泌及肠胃蠕动，对肾血管能产生刺激而使肾小管充血，滤过压增大，呈现利尿作用。俗语有云，夏月之用香茹，由冬月之用麻黄。夏天常用我来煮粥服食或泡茶饮用，既可预防中暑，又可增进食欲。香茹饮，香茹十克，白扁豆、厚朴各五克，水煎服，每日一剂，适用于恶寒发热、头重头痛、四肢倦怠、腹痛吐泻等症。